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草月，今天要继续来玩战斗仪式。那今天要来玩的角色是景宫。一开始跳下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个树人直接跳我们旁边，我们直接开砍。景宫的右键呢会往前途径一小段距离，造成12点伤害并回复4点生命值。然后每一层的左键普攻充能啊会增加右键的2点伤害跟2点生命值。可以看到我血条右边有没有，最多可以叠3层，这个可以帮助右键变强。然后我们的空白键呢，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跳斩，可以跳过墙壁造成18点伤害。这边看到了一个景宫，我们的怒气呢刚刚在打一个对手的时候已经快满了，我们直接丢一个大招。景宫的大招呢会途径造成16点伤害，并在3秒内随机攻击范围内里面的敌人，有点像是传说对决里面奇尔的大招。这里对方跳过墙呢，我们就跟着跳，持续普攻，最后一个右键收掉他，最后开始喝水。喝水有个小技巧呢，在水快喝满的时候把所有装备有加血量装备丢掉，因为装备的血量加成是百分比，那喝水呢是固定的60滴，把装备丢掉的话呢，你的整体回血量会比较多。再来说说景宫的 Q 技能， Q 技能呢是隔挡反击，可以挡5次的近战或者是弹道远程攻击，持续时间 1.5 秒，如果期间挡到对方的近战攻击呢，可以晕眩对方 0.5 秒。这里呢我们把宝箱打一打之后去踩这个万圣节的活动，看一下是什么东西，掉出了5个萝卜。萝卜呢是上了坐骑之后给坐骑吃的，会瞬间加速，通常可以拿来逃跑或追击敌人。那萝卜还有另外一个用处呢，是在上马的时候啊，第一时间速度会慢慢的递增，那如果你吃萝卜的话呢，会直接来到最大的速度值。那我们这边看到了一个小地精，还是正是哥布林，这个呢是地图随机的宝藏，在限定时间内把它打死会掉传奇装备或技能以及很多好东西。现在呢我们前往左下角去商店买东西，因为身上刚打赢了两个人有700多块，去买东西增加战力。再来说说看我们的一技能，蓄力之后呢可以发出一道冲击波，在碰到第一个敌人呢可以把它击飞 1.4 秒，击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次使用这个技能追上去砍他一刀，我们可以拿来做伤害也可以拿来追击对手。这边我们买到了一个金左键还有 R 键，这边再买到我们的一键，我们终于技能齐全了。少技能的话还是会比较难受的。这个游戏呢每一招技能都非常实用，不管是什么英雄。然后说说景宫这个角色的一些玩法跟技巧，由于他的这个 Q 技能的这个隔挡反击啊非常的强势，我刚刚说到呢可以反晕对手近战的攻击晕眩之外，还可以反弹远程的攻击，也就是说呢当对方这种法师或射手型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蓄力技能啊，我们是可以直接利用这个反击把这个伤害打在对手身上的。这里吃萝卜瞬间加速追上他，这边呢我原本开了一个隔挡以为他会丢技能，不过他没丢，他丢了一个大招之后呢用了一个蓄力技能，这时候我没有 Q 技能了，所以我被他打到蛮多的伤害，可是他已经没有位技能能够逃跑，之后我们成功利用普攻跟右键收掉他。看了一下商店，有金色的 Q 技能跟金色的嗜血斧，我选择嗜血斧。嗜血斧这装备呢可以增加伤害还有回复效果。那为什么会选择买它呢？因为我们的 R 技能的关系，我们还没有介绍。R 技能是在施法 0.5 秒过后呢，接下来的 2.5 秒我们的左键普攻会变成远程的空气刃。那空气刃呢造成10点伤害，还可以回复10点的生命值。这边把它挑飞之后呢开启我们的 R 技能，之后持续普攻一个右键，这时候输出完之后呢，这时候对方开了一个大招想要逃跑，我们利用一个空白键跟上去，但是我们这里被控制到了，直接上坐骑去追他，吃一个萝卜，他躲在草丛里面喝水，一个普攻断掉他之后，这里开一个 Q 技能反制成功造成晕眩，他开位移之后我们一个空白键跟上跳斩，最后收掉他。那景宫呢刚刚有说到嗜血斧啊可以增加回复效果，我们的右键呢跟 R 技能都是会回血的，这里看一下商店有卖金色的右键，先买一个起来用。这里我们来到了44级，先到上半部来看一下小地图，如果那边有死人的话呢代表那附近有对手，我们就可以试图的去找对手来打架。这里看一下这边这个万圣节活动是一个跳跳乐，有一个敌人躲在草丛里面，我们下去踩他，如果踩中他呢会有一个自残效果，时间还蛮长的，先用一个一技能之后砍他一刀，这时候开启我们的 R 技能，他交了空白之后我们跳斩跟上去，这时候呢他隐形过后我们贴着他，成功的反制到他之后呢，这边再往前追一个右键普攻，最后收掉。那么捡完钱之后呢，我想要到上面的商店去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卖别的东西，
这边呢再看一下小地图，小地图呢如果有人死掉的话呢会显示一个叉叉在一个最新的位置，这样的话呢代表那附近有敌人刚打完架。可以看到呢左上角这边有没有废弃矿区，那边刚打完一架，有一个人在那边。我们先到上面的商店去看一下，先不理他。现在还有11个人存活，来看一下这个商店有卖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那这边呢再往这边靠，听到了脚步声，一个右键先断他，一个普攻反制完之后呢他交了空白键。这时候呢我们想要丢一技能贴上他，但是被他挡掉了，一个空白键跟上，开启 R 技能持续普攻，一个大招最后成功收掉。还好我们的大招有闪掉他的大招，因为他大招呢打到我们会结冰，那我们这个血量呢被结冰一定会死掉。那曾经有可爱的观众朋友们问我说为什么喝水会喷装，这个问题呢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笑，因为这个游戏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喝水不是喝百分比，因为如果这样子把装备喷掉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瞎的。这边再到下面的商店去看一下，看到一个敌人之后一个右键先起手 Q 技能反制晕到他，之后开启我们的 R 技能，他空白我们就空白跟上去持续普攻，这一台开启大招我们先往外拉，这时候呢他往左跑了，我们直接再一个空白键跟上，这时候直接上坐骑吃萝卜加速，然后他也吃了一个萝卜加速，没有关系，我们这样先追，最后成功追到他之后呢一个跳斩打他下来，再一个右键收掉他。那这个游戏呢金色的技能或者是装备啊还会附加额外的效果，进攻的右键小途径跟空白键啊的金色效果呢都是增加距离，左键的效果呢是在使用空白键跳斩之后下一次的补攻呢会造成额外的伤害跟缓速。这里又看到了一个进攻，其实我是不喜欢打进攻的，同样角色打同样角色呢非常吃技能的释放时间以及等级跟道具上的一个差异。这里我们先打上面的天狼星，这个像和尚的角色啊他叫做天狼星，打他呢有一个注意的重点是他会有一个 Q 技能的反制技能啊，像我们的是格挡反击会反制，他呢则是会变成金色的状态，如果受到普攻或者是远程弹道攻击啊他就可以再做一段位移，所以我们要避免砍到他那个金色状态，就是现在这个。那交掉之后呢我们就用一个一技能贴上他持续普攻，但是人太多了，这边很多等级比较低的玩家想要趁机偷捡装备或偷打，我们尽量避免被围殴，这里先盖一个自动步哨，盖一个炮台，然后呢看到这个天狼星他吃了一套，我们的 Q 技能晕到他，一个跳斩跟上去，之后左键持续普攻，这里呢我不小心砍歪了有点可惜，只有一个一技能不过又没中，这时候跟上去之后看到了他往这个屋子里面跳，我们就跟上去一个跳斩，之后不小心砍到了他的反制技能，最后一个 R 键普攻收掉。那这个毒圈已经到了呢，我们赶快上马赶快离开，这时候往圈中心靠，还剩下四个对手，包括我自己五个人，我们剩下四个对手。那这边的这个炮台是可以回收的，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可以把这个炮台收起来之后等一下圈中心再盖。那来说说我们金色的 R 技能呢会有额外的效果，是在释放 R 技能的那 2.5 秒钟呢可以增加跑速。之后这边到下半部看一下，看到了一个忍者青蛙，忍者青蛙呢它有三段位移跟一个隐形，还蛮难打的。这里呢我们先利用一技能挑飞之后开启 R 技能持续普攻，它开了一个大招之后隐身砍到我们，它的隐身砍到敌人呢会造成晕眩，这里呢我们先持续普攻，一个大招被它闪掉了，先跳斩进去不然我会死在外面，一个 R 技能持续普攻，再次被晕到 ，Q 技能挡一下外面来的进攻，快死了。一个一技能，再一个一技能两段，之后走到外面，一个空白键往外拉，右键赶快跑。然后可以听到呢，在地图的右侧呢，听到了那个进攻释放大招，砍得一塌糊涂，还要跑出来了。这里我们把装备丢掉，赶快把血回起来。混战中呢，很容易被集火秒杀掉，要特别小心到这个被围殴的情况。刚那个青蛙呢由于它有太多段的位移了，所以我们的技能如果拿来追它的话很容易被它的那个隐身之后的普攻呢会造成晕眩，会被那个砍到。这时候我们先到圈中心盖一个炮台，看到了刚刚那个青蛙该报仇了，它位移交掉之后呢这里一个空白键，之后看到它往左边跑，我们持续追。现在的毒圈很痛，而且圈很小，它站在角落喝水，我们直接逼它出去。最后呢他想要踩那个传送点，不过来不及了，死在外面，装备喷的到处都是。
这里回来呢，我们还剩下两个对手，我们的炮台呢已经被打掉了，反噬对手还盖了一个炮台，这边先拉一下。有一个36级的花蕊，他叫做花蕊，是一个会补血的法师，长得有点像佩纳，不过只有两只脚。这边呢，右边那边还有一个天狼星，我们稍微等一下。现在呢，他们两个都会补血，天狼星跟这个花蕊呢都有补血技能在身上，所以我们不要随意的被消耗到血量，避免我们等一下没有时间能够喝水了。然后看了一下等级呢，天狼星45级，下面那个花蕊比较弱，只有36级。整体的威胁性呢，天狼星比较大，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持血量比这个天狼星多。一个 E 技能呢没有中，开启 R 技能先消耗他一波，之后他瞬间去打这个花蕊，我们忍一下。这时候看到这个花蕊残血了，我们一跳上跳上去，瞬间把他打残，一个大招，瞬间把花蕊打残。上去之后呢，持续普攻，他的位移之后隐身了。这里呢，他开了一个大招，我们利用一个格挡反击，直接反弹他大招，把他杀掉。这边剩下一打一，开启 R 技能之后呢，持续输出，但是呢，不小心打到他反制技能了，又被他远程攻击消耗到，我们血量只剩下半条，先喝个水骗他上来 ，Q 技能反制晕眩他，等他反制完右键左键，就再开启 R 技能持续消耗，最后一个右键往前砍，稍微拉一下，一个 E 技能没中，这里呢我们丢了一个恐惧的稻草人，碰到他呢会往外跑，再喝水骗他上来。只有一个 Q 技能反制晕眩，等他反制完之后呢，再一个右键，这是他开启大招，我们一样跟着开启大招，之后贴上去，再一个右键普攻，开启 Q 技能，最后一个 E 技能空掉了，之后开启 R 技能持续普攻，结束后一个右键、左键，再开启 Q 技能反弹他的伤害，最后把他击杀掉，成功吃鸡。那如果你觉得这场很刺激的话呢，不要忘记帮影片点一个订阅、喜欢，同时打开小铃铛。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